小伙伴，今天我在肉摊摊高发现一个大秘密，五花肉终于降价了，终于可以实现五花肉自由了。果断弄了2斤多，今天敢弄了脆皮五花肉，巴适得板。五花肉冷水下锅，去腥四斤一套，干排半手，葱、姜、花椒、料酒，差不多捞起来。拿一半手花刀，不要切利了，这个非常考验刀工。起锅烧油，先炒一半手糖色，冰糖来一半手，水来一半手，香料来一半手，干辣椒来一半手，花椒来一半手，酱油来一半手，盐来一半手。烧大火，先把水烧开，卤猪肉熬的差不多，肉给它下一半手，小火慢炖半个小时，香料都流口水了。这个肉我们要烤一下，所以不要煮太趴了，就这个样粉就差不多。我在这儿偷吃了一块，巴适得板，捞起来，放上平底锅，再给煎一半手。准备吃锅，啊，香味出来，香味出来。油炸脆皮五花肉做成功了，我们要吃它一半手。这个皮面是脆了。总感觉整点啥味道，就是整辣椒面的味道。哎，放点辣椒面，肯定味道又不一样。味道还是相当巴适的。关键到这，我做一个集中点，小伙伴们在弄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点辣椒面，那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啊！再站点。